心小有完毕之后，那么也来到我们大家期待已久哦。OK， 没问题哦。我们这时候呢来准备一下哦，因为今天有来到现场非常多的这个知名舞团，好，那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也是你们最喜爱的团体，对不对？Thank you.